太明显，哈德森要自己来了。哈哈，是失误了。今天赵睿的状态不太好，森大一，哈德森外线，还有很坚决，是终于进了。方式，这球进球数虽然说不足一个，但是能够在有效的出场时间，有限的出场时间内投进不错的三分。哎呦，哈德森，最好的球，最好的。凭什么来的哈德森？强起，好球！前面三分，确实让人刮目相看。上面你只代表现在打了一场的比赛，哈德森。
球，哈德森。哈德森超远，哇，防守够。特别喜欢投三分啊，他还是更喜欢突破。哈德森直接过掉了天翔。